我一开始拍短视频的时候发现，不管是相机还是稳定器还是麦克风，都有无数个选择。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测试之后，我只留下五件法宝。今儿我就给大家揭秘一下我们团队的拍摄设备。第一个是 DJI 的 OM 系列稳定器，这个是最常用的了，方便小巧，随时就可以拿出来拍摄，而且稳定功能非常强大。第二个是 DJI 的无人机，大疆的无人机不仅是简单易操作，而且非常稳定，抗干扰的能力也非常强，每次起飞我都很放心。第三个是麦克风，往往导致视频出问题并不是相机，而是麦克风，所以麦克风的选择非常重要。这款大疆的麦克风即插即用，而且非常稳定，我一直都在用。第四个是 DJI 运动相机 Action 系列，小方块里蕴含着大能量，磁吸式的设计，只要有金属的表面都能吸住。最后一个是 Ronin 4D， 如果需要拍摄电影级别的画面的话，那就离不开这个相机加稳定器二合一的大杀器了。这台相机啊，可以承担一整个小剧组的工作量。感谢 D1 Store 给我供的这些设备，能够高效地为大家生产内容。如果你也想入手一些短视频的设备，记得要关注一下 D1 Store。